各式各样的卤肉饭一字排开，为的就是要吸引各地民众来参加2023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。记者会中，参加活动的店家都精心端出自家最强的卤肉饭特色，让人食指大动。我都是这个是羊肉的卤肉饭，目前还没有听说台湾其他地方有人在卖，就等于说只有是我们基隆，只有我们基隆有特别有羊肉卤肉饭。对对，还有我们还有搭配羊肉羹汤、羊肉清汤，尤其羊肉清汤就是用现烫的，哦，就像台南人出名的牛肉汤，啊，我们是羊肉汤。大概十碗的分量，加上盘子，大概有二十几公斤。因为我们基隆是第一次办卤肉饭争霸赛，那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基隆的卤肉饭是最好吃，也是最香的。所以我不辞辛苦，哦，再怎么晚，我也要去准备这个碗出来。那相对的，我对我的料理也是非常有信心。希望大家能够在萧山路25号来尝尝我健康鸡肉饭里面的卤肉饭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，鸡卤饭，鸡卤饭就是鸡肉加卤肉，啊，是我们的招牌，也是我们的特色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来尝尝看。因为我本来是做大边炒跟油饭，那因为后来也有卖卤肉饭，所以说也有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这样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样的口味的卤肉饭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因为我的卤肉，卤肉饭是比较偏瘦了，就是比较瘦肉比较多。是，对对对，所以跟人家不太一样，对啊。参加活动的卤肉饭店家卧虎藏龙，让人看见卤肉饭可以变化出不同的口味。店家也感谢市政府用心举办这次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，让他们有机会展现自家的卤肉饭美食特色。也欢迎民众来基隆走走，品尝店家用心制作的美食小吃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